好，嚟到第四節啦，咁啊身邊就係阿房中衞啦嚇，咁啊都係即係喺咁啊，大家如果中意睇波啊、睇足球台啊，咁一定係會即係留意到，一定係會有房中衞噶啦嚇。咁啊，點解今日我揾阿房中衞嚟咧？咁啊，你知我呢個台阿 Benny 成日咁啊，又要中意講下波啊嘛。你知阿 Benny 嗰啲 tips 大家好中意聽噶，好犀利啊嚇。咁啊，即係咁啊，第二就係咁啊，都有時講下佢其他嘢啦，講下波啦。咁我哋都譬如都有阿 KK 啊。咁啊，何錦光啊，譬如之前阿費高啊，再以前誒十一言堂啊等等，都有上嚟佢講下波嘅。咁當然咁啊，第一節唔會即係純粹話啊嚟緊啦，喂歐聯啊。